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中今天下午拜访爱之味股份有限公司，了解自动化生产线、实验室等设备，正谈蓝绿阵营极力争取奈斯集团陈家支持。接待吴敦义的奈斯集团副总裁陈敬仁说，我这一票是机密，投谁不能讲。联合报系记者王慧英摄影分享。年底县市长选举截止登记后，国民党行动中常会明天将前往台南市举行，全力辅选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思博。行动常会下周三原本预定移师中台湾决战重选区的彰化县，但这两天临时更改，决定前进新北市，全力拉台之前一直被唱衰要换江的新竹市长参选人许明才。据了解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最早规划的十场行动中常会辅选行程中，新竹市并未列入，如今临时更改行动常会的地点，并且插入新竹市，除了希望将彰化县压后，最后决战中台湾，党中央在成功整合新竹县，稳定新竹市深蓝铁票后，也希望尽最大努力为新竹市长选情加温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823胜利60周年时亲自前往新竹市，除了向823战斗英雄百岁人瑞正礼军将军致敬，还特别前往许明才服务处替许明才加油辅选。吴敦义当时强力推荐许明才拥有能干、敦厚及廉洁的特质。许明才就是明白任何一项财务都要用在市民身上，并且拜托全力地方支持许明才，